我叫夏阳尼玛，康迪是嘉庚巴，是我们村上40九户，我在村里是会计，当了3年多了。我们上次修房子，先挖石头，再挖木头，再修好了就。 在准备挖基脚，基脚是我们个人的喜欢，大小不一样的，个人喜欢的。在房子盖的时候，我们全村人来挑工的帮忙。我们是上次修房子盖了1年，在屋头装修厅堂、厨房。 开天那些装是89年，房子了那么大了，再就我们人那么多好多了，装了几个标间了样子了，就再就又开始了旅游的来了，哎，他们就做了就随便他们满意了就，一晚上盖好多，随便盖起来，我们给他们找点一下。 彻底去准备，该地彻底全部准备好了，就他们就做个一晚上样子，再就第二天就那儿拍照耍了一些，就那个样子。我们每天早晨穿的是装，在平时裹的是长头发，是辫子，我们。 当初都不出夜，后来就屋头没得事，年纪。我们平时，经常的，我们年纪，铺上跟前，得靠睡。但我们这平时年纪是忙的，两3个小时。早晨6点半样子就起来了。 来自鸡了就，把那个剩了的来自了就让他们吃，吃饱了就再就油钱不放的回头，回头就山上要上去，做了他们吃饱了，下午了天已经差不多黑的时候了，他们自己回来，晚上有鸡到，来自是自己吃的，牛须放了就不杀生就放了一直放，他们让他们搂以后，饲以后。
那个明年的来盖屋里子，自然上，日头个可多，这个他这个一般的那吃，那吃他这个这个，不那这他得了了，可比个明年的还急，还急这个也得给他这个这个满钱一包，满钱一包他的这个这个这边个菜吃了，可个这个妹妹，姐妹在妹妹得了了。那天我们村上下大雨了，我们村上自来水管爆断了，在乡亲们没得水，喂牛喂狗人喝的水没得，我们还是落后的很。我们村长带头，我们自来水两天就修好了，在我们乡亲们有水喝了。就是钱够头一点点困难，其他打工地方了就没得这打工，那个修工程的没得有啥子，钱够上一点点困难是的。会弄的就我们自己弄，再没得办法的就给彼此啊亲戚朋友些借一点钱，再糊涂了就慢慢还嘛，还也还不起，有点还是带一点账不是，再没得办法的。我们日木村村是团结关系日木村村民，在我们日木村修房子受勤苦互相帮助，在我们村六月份在刷把子，在大帐篷里我们一起喝酒吃饭跳舞，大家开开心心团结得很。就是昨天星期天了，我们本地的学校在那儿，星期天了，再叫娃娃去耍得开心一点，就我们也高兴。然后呢，他们说是耍个八字，跟他们准备个几个帐篷搭了，耍八字，一天一夜样子做了。我们给他们弄个吃的，搭个手油灶。我们四月份就清河一头喝草，喝草完了在我们家我们村晚上和白天喝酒吃饭，大家打平和。那天我们乡亲们我们家来吃饭喝酒跳舞木鸟鼓掌舞。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呢，就是主要是团结，家里面是没得病痛，最开心的就是那一个，吃的穿的就现在就没得困难了。外地的游客儿来了啦，就我们家人的跟到关系也好，就我们沟通也好，就最高兴的是那个，再就我们的我们家人的。身后
me tomar pujari toni rasoro ya le rang sem bazar le chumbarwa ya re rang sem bazar le chumbarwa.